虎扑4月27日讯，今天上午中国女篮与美国女篮进行了一场热身赛，经过四节的较量，中国女篮46-83不敌美国女篮。数据方面，邵婷7分3篮板1助攻2抢断，潘真琪7分，李媛6分3篮板，李梦4分6篮板3助攻，李月汝4分5篮板。为备战亚运会和女篮世界杯，在结束了与美国女篮的交锋后，中国队将先后与西北精英队、西雅图风暴队、拉斯维加斯王牌队和洛杉矶火花队交手。编辑：赵。